皇宫驻地，闲人免进。我是闲人吗？我是飞凤公主，对不起公主，没有皇上的指示，任何人不得进宫。你敢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不让开？这，公主，他们也是奉命行事，请公主不要为难他们。我只不过想进去找一个我要找的人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公主要找谁呀？这个你就管不着了。 小人当然管不着，但是如果公主要找白云城主叶孤城的话，小人或许可以帮个忙。你知道他在哪里？小人暗地里也下了注，所以我有义务保护他们今天晚上决战。带我去。是。叶孤城，是你啊？你脸色不太好，伤势痊愈了吗？我没事了。 我见过西门吹雪的武功了，虽然他没有你那招天外飞仙充满了霸气，可是他一招一式都快得不可思议，而且威力也很大。那就好。为什么？如果他不是绝顶高手，那我跟他比剑也就没意义。可是，你受的伤还没有痊愈啊。我没事，不碍事。那可不可以改期呢？不可以。今天一战。 谁都不能退，我们两个人都不能改变，非战不可。我们男人就是那么奇怪，名誉比生命还要重要。所以今天晚上，我们可以死，可是不可以退。为什么我不能在约战之前认识你呢？ 其实今天晚上结果如何，并不重要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没有遗憾。真的吗？假的。在我这一生中，没有人看得起我。哎，你知道我是平南王的私生子，我有皇族的血统，但是我没有机会当皇帝，所以这一辈子。 我不停的练剑，就是为了在剑术的领域上能够称王。你懂吗？不称王，便成寇。你一定会赢的。谢谢。